欢迎各位前来观看 SNH48 Team S2 Team H2 新手牵手联合公演。在演出开始之前，我们先为大家带来抗击疫情小贴士：常开窗，多通风，一日三餐在家中，勤洗手，戴口罩，自身安全很重要。做饭菜要煮熟，野生动物莫入口，不出门莫添乱，打赢肺炎狙击战。要出行必登记，严格手续莫生气，不信谣，不传谣，相信科学，相信祖国。战胜疫情从我做起，武汉加油，中国加油。本场公演将通过哔哩哔哩 SNH48 官方账号以及口袋48 APP 进行全程直播，期待大家积极参与弹幕互动。公演期间会通过口袋48 APP 与大家进行游戏互动等精彩活动，期待大家的参与。以上演出即将开始，敬请期待。我是 SNH48 万琳娜。SNH 48! Everybody! I'm live like you've never seen before! In every world famous Shanghai! These angels have come down to war for you! Are you ready?
清风，跟随同一个方向，不管现在还要受多少的伤，也要继续前往那一个实现愿望的地方。不管未来到底是什么模样，我将化作清风，继续着我的倔强。不管现在会有多少人阻挡，也要照亮前方，让走过的足迹都闪着光。走下去。
近距离注视着你，脸上刻的情绪都不专心。微风吹起，眺望遥远的距离，那段寂寞的阶梯，当盛夏歌铃响起。大家好，我们是 SNH 48 Team S2 以及 Team S2。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今天通过网络直播观看我们的手牵手云公演，然后我们来先公布一下今天 MC3 的游戏以及分组，请看大屏幕。
对，然后因为今天其中一组的分手厨房呢是需要团队合作的，所以将会是两人组队进行比赛。这里画一下重点，就是各位粉丝竞猜的时候是按两个人一组的哦，千万不要弄错了。哇哦！哇哦！然后我们新公演的成员亲笔签名款派立得已经在 SNH48 官方商城竞价平台开启了，大家可以扫一扫屏幕右下角带有成员头像的二维码，进入该成员的竞价通道。具体的竞价方式和截止时间请参考 SNH48 官网消息。然后呢，另外从今天的公演开始，口袋四八 APP 的公演直播间应援单推王将由指定该队下一场新手牵手公演安可曲以及安可曲 C 位的权利。哇哦！哇哦！真的很惊喜了啊！然后接下来就开始今天的 MC 话题吧。就在我们排练的时候拍了各自的派立得，然后所以我们今天的 MC 话题就是向大家推荐你的派立得，以及说一说剧场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哇哦！从小钱开始吧。I want you money money money。大家好，我是秦明婷。耶，秦明婷。哎呦。谢谢。虽然念的感觉像那个乱舟，一顿乱舟的感觉啊，虽然我也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但是谢谢这个电子考啊，谢谢。然后现在要安利一下我的派立得。这个派立得呢是我们之前就是公演之前拍摄的，然后呢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反正我这里嘛，这个信封里面是一个性感大片。哦哇哦，真的。就这样吧，我给五折看一眼好吗？但是你之前不是说你拍的商务女大片吗？哟屌哦。哎呦哎呦，那些男人干我屌哦。哎呦，咋紧不啦？咋紧？咋紧？你们怎么都那么会讲的啦？咋紧不啦？现在已经是要开始练习上海话八级了吗？就是反正就是我这个信封里的拍立得嘛，也不多说了，就是我就想说，就是拍，就是我要到时候要拍卖的嘛。然后我到时候要拍卖，就是希望18岁以下的就小朋友尽量就不要拍我的拍立得了，因为就是我怕你爸妈看到了之后对你会有什么误解的。然后18岁以上的呢可以尽情的拍，因为呢就是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嘛，需要有一点多姿多彩的生活，比如呢我的拍立得。哦，哎，你不要现在宣传成这样，结果拿回去看就是两个页这种。哎呦，我这个拍立得我真的不想拿给大家看，这个真的是看完回去了，就是做梦都要梦到了。真的，哎呦，五哲，你这个话什么意思了？就是漂亮，好看，刚给你看过来。哎呀，然后就是。反正呢就是我们之前呢也是非常用心的拍摄了一个这样的拍立得，而且我特意那一天又是戴耳环又是什么波灵波灵啊，真的全套都已经出发了，就为了拍摄这个拍立得，包括呢里面的内搭啊什么的都是啊搭得很好啊。想必大家也知道我以前就是那个拍过那个水着单的嘛，对吧？然后呢在这方面呢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经验，所以呢在这个拍立得里面呢我也稍微注入了一点点灵魂。对，眼神很到位。身体不到位吗？可以了可以了。好的好的啊，毕竟我们这是一个云直播，不能跟大家聊得太嗨了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期待我这个拍立得的话呢可以拍一下，但是呢在这里再三警告，18岁以下你就不要拍了啊。好，谢谢大家。耶、yeah! 我对你爱爱爱不完。大家好，我是 SNH48 小爱陈光慧，谢谢大家。耶，熊。耶，谢谢。我这个拍立得呢，就是跟钱钱不太一样。给我看一眼，给我看一眼，我看看。我也想看。没有眼。哦哟喂！你这三个字感觉就不得了了。我的用处、哎、
小爱的这个拍立得，我就用三个字给你们形容一下，你们就自己感受一下。哦哟喂，哎呀，就这样啊，好了。小爱，你继续介绍。我这个用处呢，就是不太一样。就比如说，用处啥？这是哪？我听不懂。在你们遇到坏人的时候，你就可以随手拿出我的拍立得，然后跟他说：“你敢欺负我？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跑了，因为他想半天也想不出来这个人到底是谁。哦，好奇特的脑洞啊！是不是有点心动？心动了，赶快行动吧！好，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商场打折了。五折！大家好，我是五折，还很高兴今天能见到大家。耶！五折们，一起加油呀！加油！耶！就是这个拍立得吧，我看一眼，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夸，你们看看吧，真的。哇、哦！第三排的也很好奇。哇、哦！哇哦，就这个脸，就是上了保险的脸。哎呦，价值连城。但是你很会的，哎，感觉像那种欧洲美女的感觉。哟，真的，你们两个今天不得了。我觉得有一种那种俄罗斯美女。俄罗斯套。哎，我不会。我早翻车了。就是吧，我这个拍立得吧，就是就是除了衣服有点变化，这个表情好像是没有任何变化的。就可以大家拿这个照片去玩那个叫什么来着，就以前自己做那种小衣服，然后贴上面，就小女孩最喜欢玩那个。就我这个照片吧，特别适合换装游戏10岁以下的小孩购买。对。就不跟前天抢嘛，前天的16岁以下我不能买。18岁以下不能买，那我18岁以下就买我这个就行了。对，然后哎，是不是还要说一下对这个剧场什么来着，意义。这个剧场对于我来说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是我们一步一步走来的地方。然后对，好，就是你刚刚才问我这个问题，就是一步一步走来。好，说的好。因为我这个已经编不下去了，这个真的没有办法夸。就是什么 girl boys 买它好不好？好来，就是这样，谢谢。好像大家好，我是比起化妆更爱画画的 Cici， 徐晨晨，谢谢。耶！哇，你们好捧场啊，谢谢你们。快活形象，快活变，快活 Cici 四天线，快活源泉就是你，快活进化不停歇，徐晨晨首演快乐。谢谢，好全。首演快乐，虽然不知道是哪一期的那个公演的首演，谢谢。今天好像充钱了。然后呢，大家既然这个 call 是我很快活，今天就给大家快活的，就是来推销一下我的拍立得。就是，我这三张拍立得呢，怎么说呢？首先要追溯一下，是小钱给我的灵感，他给我了一个题目，就是什么呢？请问一下，大 C 在业界好像太专业了哦。大 C 在你们心中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小钱，不是你帮我想的吗？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大声的告诉大家。百年传奇。是的，是百年传奇的一个存在。那百年传奇已经沉寂了那么多年，那么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非常非常美好、非常非常古老的一个。古老，再说下去你要进化里面了。不对了啊，就是一个古，就是顶级古董。古典古董，就是那种价值连城的古董，你知道吧？那么再问一下，就是刚刚延续刚刚那个直拍，就是五折的直拍的那个脑筋急转弯，那么古董的照片叫什么呢？好了，宝藏。啥？宝藏啊，还是我说吧，叫做那我知道文物
叫做是不是文物？文物前面经常带出土两个字就拍了。然后呢，就是我来打一下吧，叫名画，你知道吧？就是、哦、对，沉寂了很多年。然后我来推销一下我的这三张这个拍立得。蒙娜丽莎、啊，原来你刚刚的都是铺垫，还没有开始、啊。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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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这一张呢，叫做蒙娜丽莎的微笑，哦、蒙娜丽莎。蒙娜丽莎的微笑，蒙娜晨晨的微笑、啊哎、还是很有艺术感的啊、哦哎哎哎、还是很有艺术感的，真不错真不错。然后这一张呢是戴珍珠耳环的女人，哎呦哎呦，有电影来着，对，就是很有那种风韵的感觉啊，风华绝代的感觉啊。然后第三张呢实在想不到了，就叫她向日葵吧，有点抽象的美。然后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来收藏一下这三张名画啊，踊跃竞拍，谢谢。耶、yeah! yeah! ！大家好，我是 SNH48 Team SNH48 的蒋淑婷夏佳，耶、yeah! yeah! ！然后我。谢谢大家，谢谢。然后这次的这个派立得，我想想看啊，就是我可以向大家保证几点，就是大家买到这个派立得呢，不只买到了 SNH48 的蒋淑婷，还买到了很多人，比如说一个国际巨星成龙，因为我刚进团的时候就被说长得像成龙，所以说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光买一份价钱，不止买到一个女生，还买到一个成龙大哥，还买到了。我感觉你更像另外一个武打明星洪金宝。对不起，哦，对对，也可以，也可以，洪金宝也算上洪大哥，对。然后还有一个著名的品牌的一个卡通人物，叫做这个旺仔啊。这个我曾经就被说长得像旺仔，所以说呢，你买的不止蒋淑婷，还买到了成龙大哥、洪大哥，还买到了旺仔，还买到了，对不起，我要碰瓷一个人了，就是我刚进团的时候还说长得像胖版低配版的这个武哲前辈。对不起，那武哲前辈蒋淑婷。哎哎，不要破坏我们的形象。但是为什么你是像成龙，我是像韩庚啊？啊，那就说明啊、哦，对，反正就是大概这个意思啊，就是买我的照片呢，不止买到一个女生，买到了男男女女都有，还有卡通形象也有，就是很值价钱，对吧？然后还有一个要向大家保证的一点就是这个，因为我不是一个非常瘦的偶像嘛，但是呢，这里面的照片把我的天鹅颈和锁骨全拍出来，真的很难得。就是大家可以看我从出道到现在这个照片里就没有出现过这种美丽、性感、华丽的照片，所以说呢，这个价钱真的非常的值，大家一定要快去拍哦。好，谢谢大家。Hey! 那么就请欣赏下面的 MC 吧。耶！大家好，我是 SNH48 Team S2 的陈天心，谢谢大家看今天的直播。耶、yeah! yeah!！今天又充钱了是吧？但是下一场的钱就用来买这个派立得吧，好不好？那我就是看了一下这个里面的派立得，我其实不太建议大家购买，因为第一次看的时候觉得挺好看的，然后我刚刚看起来我觉得我的脸挺油的，每一张都闪闪发光，所以大家看着办吧，就是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就看看直播就好了。然后剧场对于我的意义就是它是一个特别有魔力的地方，就是它这里它会让人就是非常能够起早床，你们知道吗？因为这剧场周边的煎饼果子特别好吃，就每次下午公演的时候早上就是靠煎饼果子的动力起的床。希望大家在家里吃好喝好，身体健康，谢谢大家。耶、yeah!甜甜的巧克力是谁做的呀？ Coco 呀。 Hello 大家好。我瑟瑟发抖，对，就是太热烈了这个call声，对。
Hello 大家好，我是 SH48 的邵雪聪，感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的云公演，谢谢大家。耶、yeah! 哇，说到我这个拍立得，那真的是怎么说呢，这就是一举回到了我刚出道的时候的感觉，真的、嗯、思思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好，是不是我看一下，让思思来见证一下，是不是元气满满，甜度超标，而且好看哎，对吧、哦、对，而且就是我的粉丝他们好像都比较喜欢那种就是大头一点的那种照片，就是大头我的头就很大，就是因为我以前拍拍立得的话基本上都是半身或全身的，然后但是很多粉丝都喜欢看我那种精致的脸庞，对，然后我这次就特意拍出了三张精致的脸庞，然后而且非常的元气满满，胶原蛋白十分的充足然后就像是回到了我刚出道的时候那种感觉，对，就是那种久违的元气满满甜甜的巧克力的感觉。如果大家还非常想要见到当时的我的话，然后我就建议大家购买我的拍立得，对、嗯、绝对不会吃亏，好，买不了吃亏、yeah, 买不了上当，就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 Hello 大家好，我是 SNH48 的王毅，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第二场首演，谢谢，耶、yeah. 谢谢好的，谢谢，充钱了。然后呢，我要推销的这个呢是我自己的照片嘛，然后大家都知道都是人呢是越看越漂亮的嘛，然后呢照片也是的，可能你收到这个照片呢第一眼看到哎好像没有这么漂亮，但是呢如果你每天就是有那个想法的话，每天可以打开我这个照片，比如说心情不好的时候，然后呢然后肚子饿的时候看我这个照片呢，你会觉得下饭，哎，好像还挺好看的，而且这个照片尺寸不大也不小嘛，你可以放在那个叫什么钱包 里，然后还可以挂在贴门上，对，贴门上，然后挂在墙上，然后贴在自己 iPad 上、手机上都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蛮划算的，所以希望大家买它，嗯。耶、yeah! ！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S2 的刘增言，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 S2 和 H2 联合的手牵手新什么啊云公演，谢谢大家。耶、yeah! yeah! ！刘增言，首演快乐！谢谢。然后就说到这个拍立得嘛，然后我觉得拍立得它不仅是一张照片，然后它是作为一个商品卖出去嘛，对不对？首先呢，就说它里面只有三张照片，大家也知道我是一个不爱自拍的人，所以这三张照片就显得尤其的珍贵，物以稀为贵。那第一点，首先如果以后我糊了，这个照片就更难买到了，因为我不会再公司不会再给我拍照了。然后如果第二点，如果以后我火了的话，那更难了，你买了的东西就升值了。就以前大家就会投资一些东西，比如说什么投资那种收藏的那种纪念发行币什么的，你就可以投资我这个纪念发行的这个拍立得，然后就你买到的东西可以一起升值。就零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叫大家做什么淘宝店，没有人去理会。然后今年2020年叫大家去投资这个拍立得，我觉得这个时候大家就要抓住这个商机了，就大家快买，心动了，心动了，心动了，谢谢。耶、yeah!。看，今天又是个舒服的晴天。大家好，我是 SH48 的林淑琴，谢谢大家来看我们手牵手的公演。耶！好，还有渐弱的那个口，好，谢谢大家。然后呢，首先我的拍立得呢，它非常厉害，首先有三张啊，然后呢我穿的衣服呢是我首次跳这一次跳雨中钢琴师，也是我第一次跳雨中钢琴师，就是那个最经典的那个版本雨中钢琴师的衣服，所以非常的难得。然后呢三张有这个高冷女明星，然后呢 sexy 小萌妹，还有这个像我这种高等级的人为你就是做饭的这种主题，对。然后如果心动的话就那个点击下面的那个，哦对，说一个真人真事，就是很久以前我在那个我在剧场也是有那个售出拍立得嘛，然后就有一个女犯，我的女犯就有点微胖的一个女犯，然后她就买到我的拍立得了，然后呢她非常激动，她这一个微胖女犯，她微胖的女犯她非常激动，然后她就从剧场就拿着我拍立得这样啊啊，我拿到了
林抒情拍立得从剧场跑到了浦东外滩那边，然后呢他就一直这么来回跑，然后他现在已经那种健身教练，然后男男女女都为他痴迷，所以呢买林抒情的拍立得就非常的值，如果有心动的请那个点击下方链接竞拍我的拍立得，就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Hello， 大家好，我是 SH48 的沈梦瑶，谢谢大家今天晚上来看我们手牵手云公演。哦，这是拼起来的，谢谢谢谢，后台有心了，谢谢。然后呢，传闻有一个地方，它聚集了一群女孩。他们散发着一群正能量、元气以及各种各样的朝气蓬勃的一些神奇的光环。其中呢，有一个女孩，她叫做沈梦瑶，她将她的幸运、健康以及财富塞到了这个信封里面。听说拥有她的人在2020年能够大红大火，而且啊，听说现在的有钱人都会把沈梦瑶的拍立得放在她的手机背后。哦，是吗？对，我就是，我就把自己的拍立得放在我自己手机的壳里面，然后平时没事的时候翻开来看看，会发现里面还有100块钱，没错，那是我爸爸塞给我的。然后希望大家拥有这个拍立得，能够跟我一样，每次都有惊喜。然后就是这样，谢谢大家。哇耶！那我就请后面小伙伴做自我介绍吧。耶耶！Hello， 大家好，我是 SH48 的袁英琪，欢迎大家今天来看我们手牵手云公演。耶、yeah. ！放呀！嗯，好，谢谢。耶、我是没充，三个字没充钱。我是没充钱吗？我粉丝又不是没有常磕过，区别待遇。等一下，我今天我们的重点是来推销自己的拍立得，然后我就要开始了。好，就嘉兴路没有人不知道袁英琪拍照很好看，说到袁英琪的拍照技术，大家都会拍手称赞连连喊绝。嘉兴路拍照哪家强？袁英琪。对，然后就我就是我的拍照风格就是集光与影的关系，然后点与线不下去了吧真的点与线，然后呢就是那种什么空间平行，然后呢什么黄金角度都非常吸引人，然后呢以那种大自让人物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那种拍摄手法非常绝，但是呢我知道大家都喜欢大头，所以说这三张拍立得就是你们大众喜欢的大头拍立得，没有任何的光与影点与线，然后呢各种哎不用放太大，就大家都要拍到才能看，然后呢没有你们所就是看不起我所说的那种光与影啊什么点与线，就是普普通通的大头一个大脸就是杵在你面前，就让你们有那种自己喜欢就是你们最喜欢的感觉，特别是我要、等一下，特别是这一张是我此生拍过最没有技术含量的照片，但是我相信它的价格一定是最高的，因为它的头很大，对是吧，因为他的脸很大很大，这样子会让你们觉得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就在我身边的感觉，对，然后所以说了这么多大家就买就对了，这边大家扫一扫好吗，竞拍买就对了，嗯，这个、哦、对，好，谢谢，耶、大家好，我是 SH48 的万琳娜，谢谢大家今天来观看我们的公演，耶、谢谢。为什么我没有收眼快乐？我现在给你喊一个收眼琪琪收眼快乐。哇，喜欢吗？嗯，喜欢。很勉强，真的很勉强。我来说一下我的拍立得啊，就是我跟袁琪相反，你知道吗？我这个拍立得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构图，对，构图非常的精巧，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四八最擅长的构图。是的，你看啊，这三张各有各的构图。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拍横版的，但是我拍了，真的
很可能是大家唯一一张横版拍立得，真的就是那种很甜美的感觉，就是一看觉得哇，整个东南亚，娜娜绝甜啊！以专业的角度来评价一下娜娜这三张拍立得的话，其实我觉得你用东南亚来概括它，真的是大。就是小瞧她了，这是世界级的美女，好吗？世界级 international， 吹不过。对啊，我旁边这两位太会吹了。而且我觉得你刚才提到的光与影，大自然的融合，全部都到全到这里了。对，有那味儿了，你知道吗？等一下，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哪种人不能拍这个拍立得？就是糖尿病患者绝对不能拍这个拍立得。对，因为太甜了。天哪，太会了，我都不用说了。当然啊，我现在用一句话来，就是让大家决定到底要不要购买它啊。就是你不拍，我不拍，四八椰记没法看啊。如果你一张，我一张，偶像工资涨涨涨。哇！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太好。所以说，说太好。决定到底要不要拍这些拍立得呢？就在你的那个决定权就在你的手中。屏幕右下角二维码扫起来啊！加油！Yeah, 加油！买！好，用温暖笑容治愈你的心，用蓝莓长腿保护你的心。Hello， 大家好，我是 SN48 Team H 的张欣，谢谢大家看我们的云公演，谢谢大家。耶！为什么你也有首演快乐？因为你有充钱。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给我充钱了啊！然后这里有弹幕啊。甜甜山竹入我心，心里满满正能量。张欣首演快乐，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喊 call， 谢谢。好，然后我来介绍一下我这个拍立得。这个拍立得与歌戏、媚戏为一体，长腿 and 白为一体的一个拍立得。然后呢，这里有三张都是我最喜欢的颜色，红色。然后大家也很喜欢这个颜色，红色，对不对？所以呢，大家一定要买它。而且呢，它有我平时最喜欢的那个，就是手账啊，写满了铺满了整个场面，非常的好看。对，而且还有就是长腿啊、媚戏啊、歌戏啊于一体的，大家看到了吗？哦，看得清吗？看清了，看清了，好清楚，是不是太闪了，而且是很闪耀，真的。看了这一眼，我觉得一下就被闪到了，对，闪到了，太耀眼了。对，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买它，对，买它你就可以了解它。然后我看到现在，哇哦。只剩三件了，快点抢购！只剩三件了，只剩三件了，被打爆了，只剩三件了，还剩十秒就没抢购，快点打这个电话。好，我们速八这里接到电话，我们临时公司又为张欣补了三张货，现在还有三张，还有三张，赶快点，快点，赶紧买，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大家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结束了。没有，刚刚我让我的小助理又给我补了三张货，又补了，又补货了，大家快点买。刚才张欣在印刷厂跪了三天三夜，印刷厂临时决定加印三张，加印三张，原来他是印刷厂印出来的。前面说的绝无仅有已经没有了，印出来的。怎么有种刚刚那种温州电话购物？来，大家快点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买它吧，谢谢大家，谢谢。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出的江山，感谢大家来看我们的云手牵手公演，谢谢大家。耶、元气跟你讲一声 VIP 的待遇。然后就是我要推荐一下我的这个照片，因为啥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岁月在流逝，时间就飞快，然后容颜易老，你再不买我就拍不出这么好看的照片了。然后还有就是大家赶快买，这样我有钱了，我就非常想买小钱前辈的拍立得。真的，他刚刚讲的我很心动，虽然我不知道扎金是什么意思，但我真的很想买他的照片，一定很好看。是啥意思啊？扎金就是带感的意思。哦，带感，得劲儿啊！这是上海话吗？对，上海话。你看，是夸人的意思吗？对，夸人的。看我们的 MC 还学会了一个上海话，而且还学会一个东北话，得劲儿，得劲儿，对。就是小钱前辈扎金，就我想买你的扎金拍得，就是这样。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 SH48TMS2 的温金杰，感谢大家来看我们 SH 联合的新手牵手公演，谢谢大家。耶！解释的好突然，他像突然正在喊你的名字，突然掉进了一个洞里。哇！温金杰，好，首演快乐，谢谢大家。耶！然后我这个拍里的又不得了了。哇，哪里不得了了？哦，你们不知道，我刚开始拍啊，我出了废片，你知道吗？因为我也是，我就比了三个夜，然后我就拍完了。结果我就走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了小钱。扎金的拍立得，我一下就有了灵感，我马上回去重新拍了三张，就是这三张精华，是什么样的呢？看看，一张啊，就是这种。我们看看，我们看看，来来来，哎呦，哎呦，成了不得了，告诉你，还有手机，我现在就要扫码买。真的不得了了，你真的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温温啊，就是温金杰。刚进团的时候是草莓温金杰，现在我的天哪，是。性感草莓而且你们知道这张是我们著名摄影大叔知宝的杰作哇然后他这个把我的腿拍的我觉得绝对有两米长两米长绝对有两米长而且我还有一张我还有一张呢还一张呢、我还有一张更不得了这一张啊我竟然用了鸭子做的姿势哇、抓金了！因为我从来不会鸭子做，我竟然买鸭子做，我竟然冒着断腿的风险，腿差点断了，都断了80%了，人下去差点起不来了，就是为了拍这么一张，就为了拍这么一张，真的，你说你拍不拍？我就问你拍不拍吧。没想到啊，你这就拍冒着不能公演的风险啊，刚刚公演前拍的照片，生命拍了这么一张拍的，所以这三张不得了，必须买。买它，买它，买它，买不了后悔，买不了上当。对，感谢各位啊，彩虹屁，谢谢了。好，接下来请观看我们的 U 内曲吧。耶！在
悲伤旋律让我混乱了理智，在夜里被淋湿的样子，无助的默念你的名字，这一次离开的很真实。当作曲，我在还原失落情绪，寂寞却躲在空气里，翻窗的房间过分安静，镜子上你的手印是我们爱过的证据，保留在镜子上面的甜蜜被抽之间的事情，而你却狠心就这样离去。孤独的雨中的钢琴师，静静地弹奏你的样子，歌词从一开始，一字一句刺伤我们彼此，而眼泪却来不及掩饰这一刻我诚实的样子，写奏曲悲伤的不停止。当时我们保持距离，也许我就选择放弃，也许就不会动情。感性的你没有离去，却留下了一生封闭，在凄美的雨季里结局。镜子上你的手印是我们爱过的证据，保留在彼此想念的甜蜜被抽离。恋爱本来就是两人之间的事情，而你却狠心就这样离去。孤独的雨中的钢琴师，静静地弹奏你的样子，歌词从一开始，一字一句刺伤我们彼此，而眼泪却来不及掩饰这一刻我诚实的样子，写奏曲悲伤的
浪漫画面，那种恋爱的感觉全部都在里面。透过窗的屋檐，你会在哪里出现？真的像个满嘴巧克力的蜜甜，把我的心底送到你面前，我都温习了好几遍。冥冥之中的约定。
下等待着黎明，感受青春光芒照亮失落大地。 Sunrise Sunshine， 烛光被换上色彩，美丽场景，那些走过的路我们不会忘记，于是我们又将它上新的足迹。 Every day Every time， 我都会随时出现在这里。大人们的智慧到底有多么的重要，一颗好奇的心让我好想好想知道。所谓的规则我不需要让谁来教，我只想要走在我自己选择的轨道，不专心的发呆望着墙上始终思考，现在的我们还有太多太多问号。就算遇见挫折烦恼，不要转身逃跑，那热血青春都会燃烧，在同一个频道中的我不曾改变。
路上不可能风平浪静，失败没关系，因为态度能决定你的命运，就算掉进泥泞我也不会放弃，我愿微笑实现每一步的脚印。Anywhere anytime， 而我们一直都在前行。现在的我们还不懂得爱情和拥抱，却偏偏哼唱着恋爱小情歌的调调，努力试着把声音传到每一条街道，让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能听到宣告。所谓的规则我不需要让谁来教，我只想要走在我自己选择的轨道，不专心的发呆忘了常常失踪思考，现在的我们还有太多太多问号，就算遇见挫折烦恼不要转身逃跑，那热血青春都会燃烧，在同一个频道，心中的我不曾改变，带着自信微笑，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发光闪耀。如果青春像一场最美的旅行，梦想的路上不可能风平浪静， First time 伤在痛，总有那么一天盼望会痊愈，那些走过的路我们不会忘记，于是我们又将踏上新的足迹。Say no, say yes， 未来我都会努力证明自己。哇哦！在观看完今天的 UNIT 之后，我们今天的 PK 环节也要开始喽。然后现在就开始，大家就可以在口袋四八 APP 公演直播页面上看到有两个应援链接，然后支持哪组成员就可以在那个链接下面为他应援。今天参加的成员分别是吴哲涵、陈宇姿、陈思、陈关慧，先有请他们上场吧。耶、yeah ！哇！然后对大家也看到我们这个架势了，没错，花西子散粉你值得拥有。没错，今天我们要进行的就是云料理 PK， 做饭，这是在全国啊，不能说全国，在我们嘉兴路是绝无仅有的一次直播。然后呢，除了必要的这些厨具啊，然后我们的那些食材啊、食物啊，都是让成员在计时开始之后到全场去寻找，对，去找的，万一一样都找不着呢，对，然后找到之后再进行烹饪。
哦，原来是这样。对，然后因为我们观众朋友嘛，就是不能品尝到这些食物，也不能到现场亲自来判断，所以我们会交由其他成员代为品尝，并且投票选出他们心中的小厨神组合。然后呢，屏幕前的粉丝朋友们也可以根据成员的评价来选择你要支持哪一组。然后在 PK 开始之前，就想问一下两组成员，你们平时有什么拿手的菜吗？哎呀，那老多了，真的呀。就除了不拿手的都拿手。哇，是不是很厉害？太厉害了。那武哲今天应该很有自信吧？对，我一定要让他们把我的菜吃光。不吃光自己也要吃光。对，要空盘。我们这边有我们 S 队公认的厨神，你们那个是煲汤厨神，是我们这边是芹菜做场的厨神。那么，事不宜迟，我们就准备开始喽。好的，限时十分钟，十分钟开始。啊！哇，双方都非常的激烈啊！这什么东西啊？迅速的冲了出去，太明显了吧！这么大个袋子呢，那地下地下有一个，地下我们 staff 被吐槽了，藏得太明显了，这加油加油，我先下去，你先找啊。哎，我好像拿到了一个盒饭。哇，这是已经炒好的吗？食材里面就是不一定都是今天大家都要用上的食材，还有很多就是莫名其妙的东西，就是有可能没有了，全部都炒熟了。你拿到了是吗？你找到一个鸡蛋，但是鸡蛋就熟了吧？有没有油？也有可能是生的。走开！没有油。煮熟的鸡蛋没法用啊！大家加油！不是，那边有油吗？有油！哎，有油！快走！有油！有油是准备好的，快过来，大家可以不用找。够了，我拿了三个，快点！哎，我们看思思的这组啊，好像是差不多已经都找到了。哎呀！加油啊，武哲！你的蛋小爱，好的，我这儿有鸡蛋。不是，这个袋子也太紧了吧。小爱已经开始切番茄了。什么？切西红柿了已经。妈呀，这都啥呀？这好像鸡蛋。怎么会有咪咪呀？你干扰他们吗？我这里还有，我们各种各样食材都有。番茄，我觉得率先拿出了鸡蛋。所以我们的步骤是，你要先打蛋，对吗？所以我们的步骤是你要先打蛋，对吗？这个对。加油加油加油，垃圾桶，没有垃圾啊，这来啊，来啊，这看大家开始都有点手忙脚乱了啊。但其实这个比赛的话，我觉得啊，就是要稳，就是步骤一步步来。对，像我们这么悠闲的已经很少有了。是的，对，一着急就可能出错啊。大家就是小心小心。我们时间现在还是很充足的，有7分48秒。可以。大家就是心里先预计一下这个菜出来要多久，因为我们到了时间之后啊，不管你熟没熟，都得上那个盘子。鸡蛋是熟的。对对对，这个鸡蛋会有可能是熟的，知道有多专业了吧？先热锅。我们 staff 为了就是啊，让这个充满趣味，真的准备了非常多的。先把里面的水先擦一擦。这是盐还是糖啊？哇，我这是在预热锅对吗？对。看来这边已经哇，已经倒油了。可以了，可以，刚才好了。少油健康。再热油。哎，我也拿了这个。啊，现在两边都是盐吗？哎，这是糖。鸡蛋啥？对，这是盐。对，没有错了。这组啊，来，西红柿，把刀拿。西红柿都已经下锅了。我们也下了。哇哇，看起来就很香的样子。就是大家闻不到，但是我在现场这个香味已经扑鼻而来了，真的。哇塞！哇，太香了太香了，我觉得晚饭就不应该吃这一顿，应该会非常的好。哎，大家也可以看到两边的步骤是不一样的啊。
像武哲这边是先炒西红柿，然后思思这边是西红柿加进去之后蛋也一起倒进去了。小零食啊，辣条，哎，哇，就先炒好的西红柿先倒进去，一点点。没有不喜欢吃，我们团怎么会有人不喜欢吃辣条？就屏幕上拍出来我们番茄。天哪，这个味道太香了，各位，你们不在现场真的是一大遗憾。那是，太香了，太香了。这都是因为这次疫情在家锻炼出来的。摆盘，摆个盘。这个辣条是个怎么回事呢？这是我们的摆盘。摆盘。哇，你看看，这是全新的、前所未有的那个西红柿炒鸡蛋啊，大家从来没有见过吧？是盐吧。辣条铺底，来看看武哲这边。我感觉都是糖的。哎，在品尝这个调味料了，是糖还是盐？这很重要，因为一旦你认错的话，那等下的评比就非常的，有一点点那个啥了啊。没事，刚好滚到垃圾桶了。哇，好香啊！好香啊！天哪！我这边西红柿也下锅了，我们现在时间已经过半了，还剩4分25秒。时间完全来得及。好，要不要那个春雨姿已经说了，这个时间对他来说已经完全来得及。对我们队来说绰绰有余。哎呦，炒糊了。什么？我刚刚听到了“炒糊了”三个字。加点水，加点水，你要尝一下。我感觉是，完蛋了，真的有点。这啥？啊，这边也发出完蛋了的声音，完蛋了，翻车了。没有没有没有，给我来点糖，给你来点糖。可能是因为大家就是没有尝这种竞技过，然后没有，因为刚刚要给大家展示我是如何潇洒的撒盐。小爱开始尝味道了，加辣条也太好吃了。这是糖吗？有自信吗？有自信，非常有自信。再来点。哇，胜利就在前方。这组已经开始摆盘了。了时间还剩3分22秒，20秒应该是。20秒应该是。双方都已经倒入盘子里了。哇。好的，我们的比赛提前结束了。啊，好险！完蛋了，翻车了。前辈，真的吗？嗯。武哲前辈，对不住了。没关系啊，武哲，就是我们成员的口味也是那个千奇百怪的啊，没有关系，就是我把它好好摆盘，也会非常好吃。弥补一点。对不住了，大家。一下子在镜头面前嘚瑟了。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撒盐撒太多了。还有2分44秒。没关系，你说再做一个来得及。好像还在做最后的补救。这边还是讲究那个，讲究好看的摆盘了。为什么要拿这个来啊？摆一圈，快！哇塞，小番茄摆起来了。对，我们企图用那个色相来弥补它的味道。好看的，好看的。好好好，可以可以可以。还有2分14秒。要不要中间再点缀两个？可以。好。哎呀，哇，不行了，漂亮。好吃吗？如果你决定可以上菜了，我们就先说一声好吧。放下，投给我。我不参与投票，吐出来。好的，可以啦。可以好，我们。比赛，哎呦，给我吞一下。比赛提前结束喽，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哇，还有问题。好，来放在这个黑桌子上吧。天啊！哎，你们那是什么？来放。这不是什么？我们的这个摄像能给特写吗？拍得到特写吗？哎，我们吃过的没有？
我得小心翼翼。六小心，为什么他们的会有名字？没关系，这桌子我老亏了。好吃，有点咸，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来吧，好的，来吧。现在就有请我们的成员开始品尝吧。喂喂喂，就是你尝完之后，如果你觉得哪边好吃的话呢，你就站到这，你就站到这盘菜的后面。有辣条，对，是这样投票的啊。我们，我也是。不可以，现场不能贿赂啊。这是做出来的，这应该不是吧？这个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摆盘。谁不允许这种行为发生？这个好咸，是吧？你们外边要暴露，各位品尝的可以怎么一直在那逗留的？哎，一人不要吃太多，我们成员人数有点多，不要那个吃太多。吃完之后就可以站在后面了。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来下一位。好，选好之后就可以在那个投票了。我们往后站一点，没关系，你拿下吧，拿着吧。来，江山，对。哎，这边也站点人呀，给武哲点面子，赶快站点人。我举报！我要死！哎，我站这儿吧，我站这儿吧。我要举报！裁判，我要举报！我亲眼目睹了。前辈，我举报你啊！我要举报！申梦瑶居然吃吐了。不敢！申梦瑶，被我撒野人不敢吃了。我跟你说，我们有希望，他们的也咸。每个人只能吃一块，我跟你讲。对，每人只能吃一点，因为人数有点多，吃不了。如果等一下结束之后还剩下，大家可以吃了。我排队呢，来，我站这里，我站好。哎，这个蛋为什么一股味儿？我跟你说，之后可以排，可以投票了。哎，这个精华是太厚了。哎呀，这啥？这个精华是里面的小番茄，这是我亲手种的，好吃好吃，超好吃。你是精吃到头，这个好吃吧？你给我一个理由，哎，蒋兄弟，你给我个理由，为什么你会做？你站在这边，蒋兄弟是跟我第一期一起上来的，我们两个人是第一个两个人上来吃的，你怎么会站到这边？怎么还在吃？给点面子呀！我们都去排队了，蒋兄弟还在这里吃，太有劲了，捂着胃的呀！他说这个他亲手种的番茄，大家快尝尝，亲手种的，站好了没？哦。好吃吧，有点咸。哎，我们吃完的先投票，先投票，不要聚集在一起了啊。好的，我们要让观众看出你们的选择，这样他们才知道该怎么投票。我就问一下，这边这个能吃吗？来，站好了没？站好了没？温温，你太伤人心了，你。来来来，居然说出等级，好好吃，是你做的，我夹是你做的。这个现场，站着，我知道你想站着，对。我们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啊，为什么他们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啊？因为他们找到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很专业的呀。OK， 哎，刘增艳，我看到了啊，你吃了多少口？别在这吃，我知道你饿了，可以了啊，可以了，可以了，刘增艳，可以了，下吃完我们该投票了，纸巾是吧？来，我们自己支持我们自己的队，哼！好的，来，匆匆来进行你的选择吧。怎么会这么少人呢？怎么会没有人吃我们的东西？啊，好吃。这是你们做的吗？嗯、好的、哦，我们的观众已经看到了。怎么这么多水果本来就像减肥嘛？看到了，这个油油的，这个膨化食品，这个、真的有一点点。这个多香啊！太香了，哎，明显了。那可以给我们公布结果了吗？可以。这首先呢，你们这个左边这盘，气死人了，真是。是武哲这边的，武哲队伍做出来的。右边这盘呢，就是思。思思这组坐台的，可以，我们嫁得出去了这回。哎，我就想问一下，这边是放了一瓶盐吗？你们是抢到盐了？是，实不相瞒，我抢到了两瓶盐。然后武哲，说实话，如果你再带个白米饭的话，我绝对选你，因为你太下饭了，太咸了，你太下饭了，主要。你这个不应该是西红柿炒蛋，应该是西红柿炒蛋酱。我跟你说，这个本来是特别用心的，因为我还拿糖煸了一下这个番茄。为什么会失败呢？是因为我。主要是因为娜娜当时我在撒盐的时候，娜娜在 cue 我说：“哎呦，这个撒盐很帅。”然后我就多撒了两遍。啊，情有可原。我觉得这个你们这个队列这样子一个短一个长，这都不伤人。最伤人的是我刚才亲眼目睹了沈梦瑶在前面吃了一口一个鸡蛋，然后躲到后面去吐了。我还有很伤人。刚刚蒋丁是唯一选五折的，他刚刚说：“哇，好渴，下去喝水了。”到现在都没上来，现在还不到。
在台上。最少爷的是温温吧？他说谁要吃这个，好难吃哦。没有，我说这是人吃的吗？最伤人的是对方的厨师站到了你的对列里，觉得太可怜了。没关系，我还站到你对列里去了。武哲当时站在我后面，我还说哇，武哲你做的这一份好厉害哦。然后武哲说我做那一份。但是说真的啊，我们有些成员还不会做饭呢，对不对？对，所以这两盘能上来，已经我觉得非常优秀，真的。我觉得这个空口吃蛮好的，这个下饭吃真的很不错。嗯，好的，给你配盆饭。好的，那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口袋糍粑这边的实时票数吧。这也太好吃了，来吃了，看看这小电视啊。我们这真有那么咸吗？真的很咸，别吃了。然后我们现在投票结果已经出来了，小爱我们输了，小爱思思这组是174票，然后陈宇姿、吴哲涵这边是184票。哇，不好意思，我刚把票投给自己了。哇，那就恭喜我们的吴哲、鱼子获得这次的胜利。怎么恭喜恭喜，怎么就输了呢？怎么回事？你们输了票数，但是赢得了口碑。对，我要以后在剧场门口开一家饭店。对对对，好，开我来吃。谢谢这两组成员为大家带来的精彩的 PK。对，接下来请欣赏精彩的歌曲吧。我来。
27127 Heavy Boston, sir. Good afternoon.浪漫火箭正在等候、oh, yeah. 随时准备飞向宇宙、oh, yeah. 去寻找那甜蜜的梦、oh, yeah. 这一秒快出发别停留浪漫火箭正在等候、oh, yeah. 我们来自不同星球、oh, yeah. 却有着相同的理由、oh, yeah. 勇敢地飞翔吧别回头向升空闭上眼想象着无法用言语形容期待着穿越一个时空 3, 2, 1, 茫茫的旅途我在你左右面向了理想呼吸已不需要理由遥远的旅途看不到尽头但是有你在
耶、yeah! yeah! ！哎，我们这组的小主持呢，听说是个可爱又性感的人哦。当然不是了。好，谢谢大家。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游戏。首先呢，我们要宣布我们 MC3 的游戏竞猜通道现在已经关闭了。那么买定离手腕，各位今天能不能收获到更多的鸡腿，就看我们接下来的表现啦。好的。我们这组的游戏是分手厨房。游戏规则和分组请看大屏幕。哎呀，这句话说起来好爽。对不住大位各位了，刚刚闲到了吧。通过事件抽签分从五组，第一轮通过抽签。哎呀、我以为让我读完嘞。好了，第一组是温温吗？温温温和小爱，温温和小爱。第二组是小千和小娜。第三组是文文和武哲。第四组是曾光和舒婷。第五组是楠楠和 Coco。 哇，欢迎这些参赛选手。我们还顺便把每个人的那个昵称报了一遍。对，舒婷，原来你的昵称叫舒婷啊。他叫朱婷。朱婷。但是我没有五组哎，要怎么比啊？有五组要怎么比？这样，我们在台下已经通过抽签分成了五组，并且分好了第一轮的对战分组。现在让我们一起抽签决定第一轮直接进入复赛的队伍吧。那么我们现在要抽一对特别幸运的一对，那他这一对呢可以直接进入复赛。轮空就是不用参赛。对，我们每个队派出一名来抽。就你了，你来抽吧。武哲，你来抽吧。我没手了。好，那我来了。我相信你。我不相信我自己。我相信你，郭。还有两个，你最好是相信我。还有一个，小爱抽吧。我们组抽。小爱加油！小爱，你没得选。完蛋了。没得选。完蛋了。什么东西？聪明的人都会抽到爱。你是一啊？对，我是一。我是一。我怎么就不能是一了？我们也是一。你真是一啊？我是一。我们也是一。幸运的一组出现了。是谁？是。我们这组最左边的这一组，轮空他们可以太幸运了，他们可以直接蹦掉一组，直接进入决赛。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就是我们刚刚一组跟一组，二组跟二组。好， okay. 好，那一组先出发吧，一组在这里，一组冲啊，一组已就位，一组就位。我最近忘了什么了，我们小爱，我跟你们讲不得了，这摄像台，我们摄像台要升一下吗？我们先彻底开升降台吧，让它升一下升降台。小心啊，小心升降台，小心升降台。大家注意安全哈。我忙，你不忙？朱婷，当心。什么？舒婷，你们在这组的哪一组？我商量一下，对啊，那个单纯叫朱婷太好吃了。小爱超厉害，小爱不光是电子做饭，还是这种普通做饭都超厉害。你现在最后一名，那不就丢脸了吗？那不会的，是我的锅，最后一名是我的锅。坐吧，第一名是小爱的功劳。我们坐在他们后面观赛。其实我之前有玩过《分手厨房》这个游戏，但是被自己手笨到了。是哪个人？而且《分手厨房》顾名思义，就是情侣玩了之后就会吵架，就会分手。这是一个危险程度有点高的游戏。但是没关系，在场的应该都是同事吧？应该没有情侣吧？怎么安静了？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东西吗？我们是兄弟，我们是兄弟。啥 ？OK。谁呀？我是谁？我是谁？就是你，等一下开始的时候你看。你是刘增艳，就是你动一下，你动一下，你上面那个。好，那个小爱和温温呢是蓝队，那我们朱提和小朱提和郭郭，小郭郭是红队。你们可以叫一锅炖朱提。一锅猪蹄，哎，真的是一锅猪蹄。那边呢？这道菜刚好。他们速度好快啊！哇！我们刚才在你们底下试玩的时候，小爱他们那组真的很厉害。对，小爱那组太厉害了。但是没关系，我们输就输了。你要什么？鱼没关系的。瞎的干嘛？瞎跑，瞎跑，拿了个瞎子。
题非常生气，拿到那个虾一下子给丢了，生气。哎，小猪蹄现甚至非常生气，生气到拿米饭砸对方。不是，为啥你们这还是零呢？哇，现在蓝队已经赚了93块钱了。不要施加压力。好了，汪汪和那个小爱发挥的非常的好，很稳定。对，虽然不知道汪汪在干嘛。哎，你正好是吗？哎，给我给我给我，等一下，这个。哎，人在哪儿啊？哦，我看到了。哎我。哎，传送带在哪儿啊？下面。想说我第一个迈过去，然后他边玩的时候可以边说话，你知道吗？结果他觉得好的，那我们好，下一组有请下一组。那么小爱和温温这组就晋级到了下一轮。我们这组有请陈思、吴哲涵，然后钱倩和娜娜。啊，太累了，这个真太难了，还没缓过来。你那个位置真的是超难，真的是就要脑子好。加油加油！我来不用。哦，好，我们先互换一下位置。所以你们谁是蓝队，谁是红队？自报家门。坐在小爱这个宝座的位置。小爱是武哲那个宝座。我在温温这个宝座。也是宝座。哦哟，你们是。所以思思他们是蓝队，思思五哲是蓝队，娜娜和小钱是红队。哎呦，很快，小钱很快。哎呦，五哲这个海苔无处安放的感觉。思思，哎呦。头小老鼠是谁呀？绿头小老鼠拿了一个大虾虾，拿了一个紫菜，拿了一个鱼。绿头大虾虾是我。米饭好了。哦呦，小钱很快。哇，小钱切鱼的样子非常的熟练，非常的帅气。啊，寿司在那，好快！哇，已经得到90块钱了。
千和娜娜好强，我的寿司啊！哇，他们这边这个寿司很贵。龙虾怎么了？63追得很紧，咬得很紧哦，咬得很紧。龙虾了，思思上菜，思思，思思，思思又端了一盘大虾，不知道放在哪儿，好放在这儿。四只又送菜，4只盘子4只鱼，可以，4只盘子4只鱼，4只盘子4只鱼，盘子这儿给我，别给他，切鱼放盘子里。哇，小钱这边井井有条，切鱼放盘子里，然后再递给我，把那盘鱼给我，把那盘鱼给我，对。哇，小钱这边很快，然后再切虾。哇，又上菜了，哇，已经破100了。我觉得已经扯破喉咙在叫思思上菜了。小绿老鼠加油啊！盘子，没盘子了，拿下盘子装下。思思要盘子。哎，怎么小钱这边有一个锅在传送？怎么会有一个锅在传送的？然后切鱼。哇，145块已经着火了，那边金币已经开始着火了。哇，这边也接得很紧，这边也79块了，超厉害，亲爱的们，太厉害了！最后30秒了，加油啊！上菜，那把米装上菜。哈哈哈哈哈！最后端了一个盘子，不是这个，是你上盘子，你那个后面，把米，哎呀，是米吧？哇，真的不错，真厉害，厉害，厉害！对，太淡定了。思思这边最后太精彩了，我觉得已经扯破喉咙了。哎，我都想跳出那个台子去送菜了。好的。思思真的很努力了，我们都看得一样。我们还是好好做主持吧。真的。好，现在胜出的是我们钱钱和娜娜这组，然后我们现在要抽签，抽出一组你们两个当中，然后又成功轮空一组，请派出你们的代表。小爱上了，娜娜上吧，娜娜和温温来抽，娜娜没事，小爱抽，小爱手气好。好的，轮空，啥？我们也是轮空哎。什么啊？我们也是，我们是轮空啊，我们是空白的。不是，他们是轮空，我们是没有字的轮空两个字。那这个空白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空欢喜一场的意思。白抽，那我们和小钱一起比，白开心，这样和小钱一起。我们前面一组非常幸运的是聪聪这组，那聪聪这组跟他们一起比，跟钱钱这组比。比出来的最后跟小爱，没关系，没关系，这要空，我感觉温温他们，对啊，感觉温温他们轮空也可以，因为他们太强了，小爱很强，小爱太强了，跟钱都没你们多，只要跟厨房饭菜有关的，小爱都是顶呱呱了，真的厉害。分手快乐，我要来了吗？小黑，你比我，好，我来，我做菜。我是灰老鼠，哪个是做菜的给我吧？那我是灰老鼠。好，这个是很难的那个。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我知道这个。我们第一轮轮空的这一组实力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感觉不容小觑啊。对呀。我们是蓝色吗？一般有幸运眷顾的这组，真的，对，大可不必，都特别厉害。大可，对，你们红的，他们蓝的。紧张老鼠，怎么那么紧张呢？不是叫老鼠，我们两个换一下。Come on， 这个是什么？给我一个鱼，给我一个鱼，鱼。那我先煮饭。现在聪聪和楠楠这边是蓝队，然后小钱娜娜是红队哦。还要鱼吗？好多鱼！我天哪，好快，好迅速啊！他们好了，哇，好快哦！天，但我这边怎么拿不起来哦？右边那个
快，我的寿司好了，来拿我的寿司。来，这个吗？然后我要那个海苔。我先把米饭海苔哎呀到盘子里，先鱼。哎呀，这个破虾。对。哎呀，小钱，你玩游戏那么冷静的吗？鱼有。然后煮饭。啊！怎么把鱼给放下了？再切个鱼，这个有盘子吗？没有盘子，我拿盘子。拿这个海苔。海苔直接放米饭上，对吧？拿盘子，把那个鱼直接。鱼，给我鱼。OK， 放盘。OK， 给我。然后煮饭。要饭吗？聪聪，你要饭吗？要。哎呀，煮饭好了，我拿盘子。我的饭呢？好，快去拿那个寿司。煮饭。鱼。啊，虾也可以，切虾，先把虾剁了。鱼也给你。我感觉他们好轻松哦。哎，有点过分安静了。这个游戏是这样玩的吗？这边鱼，切虾。我觉得这个分手厨房不适合他们。切虾，这个快，我的。哎，着火嘞！谁着火了？虾来了，切虾。这是灭火器。对，那个是最好的。OK。要什么呀？然后再切虾，鱼有了，再切虾。米饭分数可以这么高的吗？米饭做好了，然后给我个哇，220。海苔点了，把鱼。OK， 盘子在上面了。鱼在哪？来来来。好，切鱼。快剁！还有最后30秒。还有款，给你个虾吧。切鱼。对，给我个虾。啊，放这里。好， okay， 我上菜了。OK， 快去剁虾。哇，好快！切虾。哇，290！刚才的话，我相信你们是一匹黑马。我们很菜，来做菜。你们，我对不起。你们有信心打败这个300分的大魔王吗？有太慢了，上菜速度。重在参与嘛。还有决赛。其实这个游戏我本来一直打算和我们队的默默一起玩的，但是就是一直没有机会嘛。你们怎么这么厉害？你们平常在房间都干什么？是不是天天都在玩这个游戏？没有，我今天第一次玩。哇，小钱，我这一首歌送给你。分手厨房，你很厉害。分手厨房，你最漂亮。哇，这个好，就是哇，换地图了，就是会掉下去是吗？就是好难，好苦。这个在桥上很容易掉下去，大家注意了，升高了难度。可以把食物从左边抛到右边，小爱丢过去。小爱把我当机器人啊！你就说鱼虾，这样就可以了。快！我没事，是红色那个。我要掉下去！牛肉，这个搞不清楚。快把那个菜赶快都投过去，一个头菜就行了。小爱和我，你们两个一个头菜，然后一个和机器，一个做就可以了。娜娜和钱钱是红队。什么牛肉？一个到那边去，一个到桥对面去投菜，把那个菜全部投过去。怎么投？别过去，你扔上面那个。掉下去了。
投掷，上面是可以投菜的，这样好爽。你们站在那就可以了，不用过去，我站在那里就可以了。我是谁啊？我在这儿。投菜投菜哈，我试一下。原来这个就是要过一下。你们俩说点话，你要对准对准对准那边投。我想说这个，再给我一下。然后一个一个去那个，先把那个肉切掉，把肉切掉。我怎么放不下呢？肉要切，肉要切，肉要切。然后你拿那个，拿白菜，拿白菜。又投到那边去了。拿白菜。又投到那边去了。OK， 懂了。白菜，然后扔过去就行了。你需要什么？你扔过去投掷，这是怎么回事？两组惨遭滑铁卢。我知道了。这两组不会到最后都是零比零吧？哎呦，这个没有肉，没有肉了。投白菜和西红柿，然后再扔两个肉过去。掉下去了。哎呦，好难过。芝士要切，肉也要切，菜也要切，西红柿也要切哦，同学们注意了。同学们完成了。芝士也要切，芝士也要切。好。对，然后肉，给他肉，给他肉。好难。我头要切了，然后再烧。小爱这边已经做好了第一个。88分，娜娜那边负60分。我投过去，然后投西红柿，两个西红柿。好的，扔过去。好的。太难对准了，我又来了，我复活了，原地复活家，复活家，让我来一个翻过去。对准对面。不要投。是顶呱呱，太厉害了！这个你们知道吗？你们到三分钟前一分半的时候，双方都是零哎，我这个就出来了。而且要对准那个独木桥，真的太难了，怎么都对不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黑马怎么回事？怎么掉下去了呀？就是看那个菜单看乱了。真的很难，真的很难，而且我经常掉下去。小爱厉害。那我们今天的第一名就是小爱和温温呢，这我们的黑马非常的遗憾。那么猜中的粉丝将可以瓜分那个池子里奖池里所有的鸡腿。那么我们有请下一组小伙伴吧。耶！上一组的小伙伴们进行的很激烈呀，是不是啊？对，在下面我都看呆了，天哪！这游戏你有看吗？你有看到他那是什么游戏吗？那个分手厨房。对。但其实今天这个游戏就是像跟昨天一样，是马里奥赛车。这个游戏我玩过，你们呢？我没玩过哎，我是倒数第一名呢。哇，好厉害哦，江山！试过。前辈，我知道你玩这个游戏很厉害。没有啦，其实昨天我看到你得第一了。对，但是我还是输了。好，哎，我们要么继续看一下我们的分组。对，我们看一下我们分组，就是第一组是，哎，我们三个美女一组啊。第一组是啊，王毅、王秋如、袁一琪。第二组是徐晨晨、沈梦瑶、张欣。第三组是陈雨姿。大美女林淑琴和江山，耶！都是大美女，可以剔除资格了。我也觉得。对。还要说几句。还要说几句啊？那我们第一组的人先站出来吧。第一组是谁啊？第一组在前方。有我。谁啊？第一组谁啊？是坐在这儿。哎，昨天这也不是第一组吗？你们这组身高很大哦，很平均的你们。哇哦！
啊，俊男靓女啊，来，大三个大美女，你们有信心吗？有没有。我跟你们讲，千万不要选马里奥。对，我跟你们讲，就昨天我们的，哦，我们现在还是规定人物，就是红色手柄是马里奥，蓝色手柄是蘑菇头，哎，然后黑色手柄是我们的桃花公主。就我跟你们讲，桃花公主特别厉害。是吗？对，他那个电瓶车跟我们中心陶阿姨的电瓶车一样。哇哦！哎，昨天我晚上回去看弹幕，他们说看完这个游戏被种草了，这个游戏之外还种草了桃花公主。对，就是我们可以让我这让我们三个人里面最弱的人玩桃花公主，谁最弱请站出来。我觉得是他吧。哪有？让小后辈吧。可以，好吧，来吧，你拿着他吧。感觉林书琪她让小后辈很有意思，我也觉得，因为你要选车，你知道吗？就是还可以选车，对，你是可以选车，不止你可以选车，你还可以选它的轮胎，选它的滑翔伞。就如果你搭配的很好，来，你去拿。好。哇哦，还可以装扮。蓝色是，哎呀，那我不就又是桃花公主了吗？哇哦。啊，我是现在是什么菊花公主、啊、什么菊花公主适合你、啊、挺好的，不然我们入座吧，还蛮不错、啊、还要坐在台子上。哇哦，请入座，台台坐吧，来来来来，林淑琴过来拿下麦。真的你好大佬哦，快去给大佬举麦。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谁要发言就跟我说啊。然后现在对，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的红色手柄是马里奥，然后是那个我们的王毅，然后我们的蓝色手柄是，哎，刚刚那个什么要在这里说，这个是加油，我很想说这个其实是加速。我们蓝色手柄是王秋如，是那个陆毅欧，是马，应该是叫陆毅欧吧。然后呢，黑色手柄就是我了，我是依然是我是桃花公主的姐妹菊花公主。对，我们现在开始选车吧，就这样，这个是道具。漂移，然后呢，这个是加速，这个是方向，来吧，选车吧，哪个比较厉害？我们来看看他们选车啊、你可以选那个摩托车，你现在选轮胎，你往右，对，然后往下，那我王毅，我咋感觉你这车不行啊？这个车好一点，我喜欢这个，摩托车，我就选这个吧，越野车。我这个看到我的穿搭了吗？就是偏春日那种风格的，然后就是以橘色系为主打。我们 staff 笑还蛮开心，好时尚，对，哇哦，这个蛮好看的。然后王秋如的话就颜色有点撞色，就紫色和绿色，然后有点点土，但是没有关系。然后王毅是那个红蓝，我最喜欢的搭配。然后我们准备吧，按 X。我的非常青春啊！第二个怎么换？喂，我换不了。哎呦，然后还是按那个确定键。好了，准备开始了。妈呀！马里奥赛道，鲜花杯。好绿哦，很有春天的感觉。加油！哇，菊花公主好漂亮。哎呀，我又爆胎了！怎么爆胎了，袁琪？加油，加油，加油！袁琪不行啊，袁琪。对。好，马里奥领先了，哇哦！哇哦！怎么不受控制？袁姐，你不行啊！啊，我怎么第四？等一下，等一下，这谁太激动了？王毅个笨蛋！王毅无端被骂，王毅发现自己处于弱势了，赶紧退出，暂停。王毅故意的，王毅。我很用力的，直接开始。开始了！好。没事，王毅坐在前面。我怎么卡住了？我的天！袁琪，我的香香
时，夏老师没关系，陈一江平也伤心。现在我们暂时在赛道上面领先的应该是王毅，你可以用道具。是谁？对，我现在还没有。哦，是我们的琪琪弟弟。琪琪弟弟第七名，八名，给我变回第七名。哎呀！谁撞了我一下？我加速加好快，好开心！哎呀哎呀！这石轮花好酷！哎呀，王一，怎么摇？王一，王一，九名了，我要到了！王一厉害了啊，第五名现在。有点过分了，你看，你是第一个用马里奥还这么厉害的哦。哦。哎，王一好厉害！王一第四名，哇，第三名了，王一。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哦，王毅怎么还打开了滑翔伞呢？飞上去了，最后一圈了。好了，最后了，最后了。现在，依依妹妹暂时领先，跟随其后的是琪琪弟弟，在跟随其后是陈宇之。全是没有稳定。对。我们究竟是谁能获胜呢？哎呦！哎呦！王毅了不起，王毅了不起！王毅，看到我弹跳式开车法了吗？哇！紧追其后啊，王毅！什么？撞了个什么？你们看他玩游戏的时候，陈宇姿是把这个手提起来，一直在转圈圈。王毅是一匹黑马哎，对，他刚刚说自己不会，王毅，哇，王毅了不起啊，王毅厉害了，我是哪个？你是对，其他都是电脑。那还行，我不是倒数第一。那我也不是倒数第一啊，我是第十名呢。你是他们三个倒数第一。OK， 来张鑫，还挺好玩的。哎呀，我说错了，怎么了是吧？王秋如，你的成绩真的很稳定，一直在。后面一直倒数第二，我刚叫错名字了，我把秋如跟陈宇姿名字叫错，所以我刚才哎，我对不起你们，没事没事，对对对，好了，现在有点紧张，我其实游戏黑洞，我居然是马里欧哎，我看看啊，这个。我是谁？我是哪个？菊花公子是谁？怎么会选到马里奥？菊花公子吗？我是绿色的这个人。我是菊花公子。哦，我这个失忆。哦，谁抓我？菊花公主，争气一点好吗？马里奥加油！怎么这么多？我在哪儿啊？我是谁？我在哪儿啊？大森，你是谁啊？你是红帽子那个还是绿帽子那个？我是红帽子。哎，你怎么十二名啊？快按那个道具。哎，我在哪儿啊？我是对吗？我方向，我正了还是反了？我不知道，我真的是什么？哎，我怎么突然跳到第九的？哎呦，张鑫，不行啊，怎么倒数啊？哦，我知道了，我一直在漂移。不要漂移，不要漂移。哎，我对不起这个菊花公主。谁撞我？我要漂移。谁撞我？谁撞我？哎哎，小心点！吓死我！怎么能下岸呢？千万别退！今天大家都好激动。大 C 看到事情不对，马上要退游戏。我是故意的，我退出不玩了。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怎么可以这样子？我正在加速呢。其实对我来说，到哪个进度都一样，我完全看不懂。啊！又开始了。没事吧？现在还是我们菊花公主领先。哎。没有道具。道具为啥用不了啊？可以按左边这个。哇！我天哪！菊花公主，菊花公主怎么上墙了？用道具了，然后是
上天了，我怎么变成了一个红？张馨，你是在车里吗？哎，我怎么就第三了？你刚用的那个道具，张馨啊，看这运气很重要。谁？哎，大 C， 保持住啊！我刚到第三了。哎呀，我瞬间，我们马里奥主角光环出来了。马里奥，你可以的。哎呀，马里奥放道具，放道具，就会迷惑到别人那个道具。啊！哎呀，小豆皮，哎呀，那完蛋了！现在就三个人的成绩就是那种角逐战，你知道吗？你上我下你。哎呦哎呦哎呦，被反超了呀，弹跳啊，哦，哎呦，红帽子，哎呀，张馨你能不能说一句人话，别吵，老马你可以的，哎呦，小丽是最棒的，好累啊，我觉得我全身做了个运动啊。哎，这是谁，谁要菊花公主，谁要我这个悲剧的马里奥？这个是老马，来来来，老马加持。来帮你，懂得。这个谁的？对华。花瑶瑶第一。哇，你们这个扭曲羊管，啊，这个地图很刺激，我感觉。好，谢谢。来了，我是小绿，小绿，小绿，我是这个。你是菊花公主吗？我是这个左下角。那你进步了，你这不是最后一名。我打了第十名还不是最后一名。我要走墙上其实更快，走墙上它会一直加速。小雨，去放你的道具啊。反超嘞！哇，我累了，难，讨厌。马里奥还挺厉害的，可以可以，很好。你是变成大炮了吗？对。加油加油！哎呦，你们能飞到上面去就很快。三个人不上上下，我发现小婷好安静哦，她一句话都不讲，输了。哦，第一名是，第一组的第一名是王毅，第二组的第一名是瑶瑶，是吧？第三组是，哎呦呦，是谁？小婷，好了。
接下来就是要最后的决赛了。是的，哇，接下来由林淑琴、还有依依妹妹、还有瑶瑶三个人的比拼。我万万没想到我会进入决赛。好。这个镜头感觉很刺激啊！黑虎矿山。鲜花杯，是的。最终比赛，林淑琴是桃花公主，菊花公主。开始了。依依妹妹是红色的马里奥，瑶瑶是绿色的。是马里奥跟路易欧。哦，路易欧，不好意思，不知道。他们是两个不一样的。对，小绿。是叫路易欧吧，瑶瑶，小红是依依，小橙是小晴。好，我们现在暂时领先的是小晴。哇哦，林淑琴玩得很溜，飞檐走壁还开伞。哎，我发现我们菊花公主发挥得很稳定。对，哦，这个公主风范。跟他们其实相差不大，七八九。对，咬得很紧哦，不愧是三个冠军。哎呀哎呀，比赛质量一下就提升了。嗯，要去上面那个减加速带，有加速带就跑得很快。哇哦，红色，这马里奥的车被电了，菊花公主。马里奥的车有点炫酷。哎呦哎呦哎呦！哎，怎么退回来了？怎么了？因为它掉到别的地方去了。这个赛道真的很复杂，好难，这个好难。哎呀，菊花公主怎么被撞了呀？哎呀，最后一圈了，最后一圈了。暂时领先的是瑶瑶，然后是王毅，然后就是小琴。放道具啊，菊花公主。好，现在菊花公主又暂时领先。有道具就速度放，相信我。哦。哎，要到终点线了，恭喜！哇，菊花公主获胜了。菊花公主，恭喜啊，恭喜啊，菊花公主。哎，这游戏好累呀、啊。谢谢大山。发表一下你的获奖感言吧。谢谢大家，我又赢了一次。哎，就我发现我对这个游戏啊，对这个手柄啊，它在这个游戏啊，它非常有天赋。我也就是前天才刚刚摸过这个手柄这个东西。对，这在这方面非常有天赋。谢谢大家，谢谢妈妈给我生这么好的脑子和手，谢谢大家。耶耶，好，然后呢，对，我们就欣赏接下来的歌曲吧。对，喜欢你，请欣赏。夜里，我的思念被雨淋，而你会在哪里？
在原地，还在等你的消息，你却一直没回应。就算前方的路看不清，跟着你的影子就能栖息。闭上双眼，画面都是你。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听见爱的声音。我好就喜欢你，你是我的唯一，一直存在我心底。清楚的想你，我只喜欢你，爱让我更加坚定。等下一轮潮汐拉近我们的距离，就让思念
正在想念你，纵然遥远的距离，别让遗憾停在这里，这首歌会认真听，爱的旋律透明，在歌里双手握紧这段感情，笑容一歌曲《平凡与伟大》。夜幕即将落下，抬头仰望天边。
韶华，万众一心，彼此牵挂，世界再大也是一个家，一个家。苍穹之下奔波与挣扎，因平凡而伟大，千万颗渺小的尘埃泥沙堆积成大厦，你我晨曦终会抵达，就算夜幕即将落下，抬头仰望天边有彩霞，风起云涌无常与变化，俯瞰生命无价，亿万颗星星刚冰雪融化，看暖春开花，不韶华，万众一心，彼此牵挂，世界再大也是一个家，一个家。今天呢，就是我们两天首演最后一天了，不知道大家现在就是开心？我还没问完哎。然后我们再来一遍好吧？好。不知道大家现在有什么样的心情呢？开心，开心，看不到还要看。哇哦！快活，继续跳。对，大家可以分别说一下嘛。分别说一下。嗯。好，分别说一下。那么从张欣欣开始吧。什么心情？心情对。此刻的心情，想说啥说啥。很开心能在三年之后就重新跳《手牵手》这个公演。对，琪琪你呢？我的话，我也觉得很开心，就是第一次跳完整的《手牵手》公演。然后我们还没完整，对，我们还有未解锁的新歌，对对对，请以后等剧场可以看了的话，请大家都来多多关注。对，然后很开心。嗯，我觉得琪琪弟弟和张欣他们说的都非常对，也非常开心可以加入到这个H 队 S 队这个不对，好像玩新歌一样的，就是S 2和 H 2一起联手来这个联手闷死谁，不是联合公演，我觉得大家都特别的对特别的温馨，然后希望之后可以大家可以就是多多继续关注我们这场公演，谢谢。耶！我的话呢，就是跟前辈们一起排练还有演出都非常的开心，然后今天的心情没有昨天那么紧张了，然后希望可以一直不紧张下去，就是这样。耶！我的话很激动，很高兴回去就可以我说完了。耶耶！我的话，因为也不是我一个人了，就大家都是第一次感受这个云公演嘛。 对， 对。然后能并且还能看到弹幕，就看到大家在就是看我们公演的感想，然后其实也给予我们很大的鼓励，然后谢谢在屏幕前面的大家，谢谢你们。耶！我的话就是也是第一次，就和也不是算第一次吧，就是和 S 队的前辈们一起跳舞，也是很开心的。对，我是不是是叫前辈是不是有点对有点怪？对，真的吗？对，我多叫你们几声啊。可就是也是怎么说呢？很久没有跟大家这样跳舞了。然后我们这次因为疫情的关系嘛，就是在家也待了挺久的。对，回来之后就是能给大家带来一场手牵手的云公演。希望大家也能非常开心，然后期待我们下次的公演。耶！然后我的话就是非常的感谢爸爸妈妈，感谢 ODTV 口袋私房。然后呢，就是真的很开心认识很多新朋友。对对对。然后能够很开心在这个舞台上，虽然没有观众，但是我们能给观众带去正能量，我觉得也是就是在这个疫情期间的一个好事。然后呢，希望大家加把劲儿，以后继续努力，然后也期待其他成员的表现。嗯，耶！说好。
我的话，我首先觉得这场公演真的有非常多的亮点。首先呢是 S 队和 H 队一起合作，我觉得特别的开心，能够和这么多新认识的成员然后一起合作。还有就是这场公演当中还有 PK 环节和游戏环节，也是我特别喜欢的环节，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然后就是希望疫情结束之后呢，大家可以来剧场看我们完整版的公演，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 我的话其实就是觉得我们这样子的公演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的正能量，能够跟着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所以这段时间也非常辛苦我们所有成员、所有老师还有所有的 staff 们，然后希望未来会越来越好。哇、wow! yeah!首先呢就是要非常感谢大家可以就是陪着我们然后观看我们的云公演，因为也是第一次那么正式的 S 队和 H 队的一个联合公演嘛，不管它的反响啊或者是大家的感受好与坏，我觉得都是一个对于剧场对于公演一个新的一个创新，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样的改变、也希望之后呢可以有更多不一样的东西可以带给大家，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吧，然后在家里要注意安全哦，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耶、yeah! 然后呢首先一开始听到要跳手牵手的公演我是非常不可置信的，因为跳手牵手公演一直都是我的梦想。然后呢我们还有芒果女孩恋爱马拉松，还有芒果女孩，还有恋爱马拉松，还有新疆夜晚所烧的友情没有跳，大家以后要来星梦剧院看我们完整版的手牵手公演哟，谢谢大家。耶、yeah! 我的话我觉得今天那个就是游戏特别的好玩，我去想买一个，然后呢对，就是我心里真实想法。然后还有因为这一次就是手牵手公演是我们就是 H 队以前的公演，然后能够再次跳到这种特别元气类型的公演，觉得特别的开心，然后特别的怀念。然后这一期也是第一次跟 S 队前辈还有一些新来的小后辈还有其他就是组成这么一个神奇特殊而又温暖的存在的一个算是联合公演的一个阵容吧，我觉得特别的开心。然后希望大家之后疫情之后呢能够多多来看我们的公演，然后也希望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耶、yeah! 我也是第一次面对空无一人的剧场去跳这一场公演，大家都是。然后呢其实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可以早一点的见到大家，在就是回到以前剧场满满的样子跳公演给大家看。所以呢希望我们的武汉加油，中国加油，世界加油，我们一起去打赢这场战争耶、yeah! 然后我想说在座的各位辛苦了，我们辛苦了，然后你们也辛苦了，因为你们打弹幕非常的累，然后看了好多好多名字非常辛苦，一个人要打好几条，反正就是非常累，辛苦大家了。这次的公演准备呢也是希望给在座的各位带来一些快乐，在家里宅着也特别的难受，然后也不能出去，所以这个公演呢也希望给大家带来快乐，然后我们也非常快乐，然后期待下次的手牵手公演的全场全完整版，对完整版，对耶、yeah! yeah! 然后我呢就是也是第一次我们 H 队和 S 队的前辈联合一起跳公演，然后希望我们 H 队和 S 队的前辈还有就是所有人能够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然后也希望就是也是第一次参加云公演嘛，就觉得这个形式其实是特别有意义的，就是虽然可能大家不在现场，但是我们能通过弹幕啊就各种什么鸡腿啊能感受到大家和我们是在一起的对不起我不严肃了，然后就是希望这个寒冷的冬天赶快过去，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来到星梦剧院和我们一起看公演，加油、yeah! 好，首先很开心因为这次机会认识了很多新的前辈，然后一起跳公演，然后因为又很久没有上公演了，所以跳的也特别开心，希望大家在屏幕前也能看得开心，然后期待我们以后越来越多的公演，谢谢、yeah! 希望在看我们公演的大家都吃好喝好身体健康，然后平平安安的来看我们的公演耶、yeah! 希望大家在疫情期间要注意安全，出门记得戴口罩，记得勤洗手，身体最重要，身体健康身体第一，谢谢耶、yeah! 好的，然后现在就是大家看到我的手卡了，然后让我来预告一下下一周 SNH48 相关活动吧。首先从3月12日起每周四周六晚8点
青春有你二将在爱奇艺逐梦上线。哇，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十位 SH48 group的成员，给他们最有牌面的应援吧！冲呀！对，买奶。然后呢？其次，3月13日晚6:30到9:00，3月14日下午4:00到6:30，3月15日下午2:00到4:30。在口袋四八 APP 将会有线上握手会，这个时间呢稍微有一点点的多啊，就是大家能够注意一下是最好的，不要错过你喜欢的 idol 的线上握手会。好的，然后后面还有3月14号下午2:00，将会有徐晨晨、刘增艳、和王诗萌的云舞迷你烂，希望大家也能够多多关注。对，期待。对，像我们西西唱歌真的很好哈。对。然后那个曾郭上次公演的时候，大家也听到他的歌声。对，是的。然后王诗萌，那个也很不错。对，希望大家就是能够多多观看。对，3月14日晚7:00将会有 Team N2 的十支卷公演。哇，十支卷！然后这也是将是 N 队在过年之后的第一场公演，希望大家也能够多多观看哦。期待。3月15日晚7:00将会有 Team X 的遗忘的国度公演。没错，这也是他们的第一场公演。哇，期待！像我们离开，就是我们回家之前嘛，他们不是也是最后一场公演嘛，对吧？然后就希望大家能在口袋四八 APP 哔哩哔哩进行网络直播，要大家多多期待哟。现在我们来问一下那个 staff 啊，我们这个已经统计好了。对，在首先呢，我们本场公演的应援贡献值，然后工作人员已经在加紧统计中。然后本场公演的单推王将可以在明天中午12:00在定制入口选择下一场新手牵手公演的安可曲以及安可曲的 C 位。要注意一下的是，定制有效时间为24小时，请不要错过。好的，让我们现在就来公布一下新手牵手 UNIT 曲亲笔签名款派立德套装竞拍成功的粉丝 ID， 然后我们依次说一下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提字器啊，上面有显示，首先是林舒晴。过来吧。哇，这边有点看不清，你能看见吗？你看清啊。中标SNH48042399490，谢谢你。BILLIJYC， 谢谢你。SNH48011869984，哇，谢谢你，幸运的三位粉丝，恭喜恭喜。然后下一位是陈思。哦，我在这儿看不见，过来吧。恭喜，呸，怎么能恭喜？谢谢这位妹子弟金鱼去了同学，谢谢你获得我脸上很油的这个派立德。还有 SNH10020285，谢谢你，还有谢谢小黄鸭，谢谢你们，走啦，耶。袁一起，哦，我来了。谢谢 YINGNN35，谢谢你，你获得了我的派立德，还有 SNH48030548175，谢谢你，还有 FANGWENYUER， 谢谢你，谢谢你们三位，谢谢。耶！星星，张星，哎，我来了。好，来了。第一名是 SNH48030222075，谢谢你。第二个是 FANE0909，谢谢。第三位是 YQQALIC， 谢谢三位获得我的拍得，谢谢。耶！那下位是温静姐。温，看到了。
啊，谢谢 SNH 48030976324，谢谢 HYF 0803和 YOTITO 63，谢谢你们获得我断腿又接腿的拍立得，谢谢。哇！下一位是王毅。谢谢 HC901009和 KOTETESUKI 和 SNH48061170148，谢谢。耶耶耶耶！好，看下一位，下一位刘尊燕哦。好，谢谢 XINSHENGE， 然后谢谢 SNH48908802264，谢谢，再谢谢 LYX76216332，谢谢你们三位。哇、哦！下一位是哦，是我，那拉娜，来看一下。啊，谢谢 SNH。4D08230198282，谢谢你。然后谢谢雪中徐梦，谢谢。然后是 FANCY318，谢谢你。耶！好，我们看一下下一位。哦，沈梦瑶，瑶瑶，谢谢 I 还是 L 呀 ？CLLLCH。X0622，谢谢小乐小雷哥小，谢谢 Z797922，恭喜！耶、yeah! ！下一位是，好，我们 staff 在那个正在整理中，在整理名单，因为我们人有点多。我来想啊，蒋舒婷，舒婷都没有两个啊，谢谢 SH。48012272664，谢谢 TIAMB 宝宝，谢谢 SNH 48017321，谢谢这三位粉丝中标我的拍立得，谢谢，恭喜。下一位是江山宝上头，我想要这个镜头、然后谢谢江山DT 什么中泰粉丝 DTFN， 谢谢，然后谢谢 SNH 48030892593，谢谢 LINSINI 6666，耶、谢谢你们支持我拍立得，谢谢。下一位是邵雪聪啊，我来了，谢谢 SAPHILOS12，谢谢这位粉丝。然后谢谢 SH48A11185123，谢谢这位粉丝，谢谢 MYLAPUTA， 感谢这位粉丝，耶、我们又在整理中啊，稍等一会儿。staff 非常的不容碌，对，真的很辛苦，我们耐心等待一下，看下一个是谁。好，下一个小钱，好，谢谢 SAPHILOS12，谢谢 SNH 48111851213，谢谢 MYLAPUTA， 谢谢你们。耶、下一个是谁呢？下一个是谁呢？下一个是谁呢？下一位新人，弹幕可以刷起来，猜猜下一个是谁？还有五奖竞猜啊，五奖竞猜，下一位五奖竞猜，猜对了奖励你一句，你真厉害。真棒，真奖励一个666，对，恭喜你神算子大 C 大 C， 谢谢 Sandwich， 谢谢 谢谢 SNH 48100538944，谢谢 Ins， 谢谢耶、我已经讲完了，谢谢国际达人哦大 C，
小爱，小爱，小爱，小爱。谢谢 A 零九幺三三零九，谢谢 N A N J O L， 谢谢 S N H 波姐零幺二二幺六三五八，谢谢。哇哇！好的，完蛋了，我太不畅销了。嗯，还有，说明你啊，这个是宝藏，说明你就是宝藏，因为抢的人太多了，都抢得停不下来，你知道吗？都是我要五折的，我要五折的，都抢的。哎，抢了，抢了，钱刚举手了，给他算一票。不会吧？我不会最后以200万的高价买下了五折拍立得吧？你就举了下手就得到了。对，好的，这个拍立得我拿下了。不要再争了，你们五折统计好了，五折到我了。我们按一下那个，这个屏幕有点不灵敏，对。实不相瞒，是我自己拍的。啊，真的？恭喜S H 四八零二零七四二四七九，恭喜你。还有 S H 四八零五三幺三二零五五，恭喜你！还有哦 ，C A R N K E B L E， 恭喜你，谢谢你们！耶！还有吗？好的，还有人没有报到吗？没有吧？我们的拍立得竞拍结果就全部都在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这两天的观看，然后我们现在预备备退。预备备起！